不明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师黄世哲。居家隔离和居家检疫最大的不同是对象。居家隔离是针对与确诊个案有接触的民众，居家检疫则是针对有中港澳旅游史或是韩国旅游史的民众。虽然对象不同，但是要做的事是一样的。一，一定要留在家里或住宿地点，不能外出，绝对不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。二，每天记录体温和身体的状况。三，自己和家人都要勤洗手，不要触摸眼口鼻。四，最好有独立的房间，与家人避免一公尺以内的接触，避免同桌吃饭，或如拥抱、亲吻或性行为等亲密的接触。如果不得已要共用家具或是卫浴设备，请每日以漂白水消毒三次。觉照您的佛性般若，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忏悔分为素忏、咖喱忏。一、素忏又名做法忏、有相忏。素忏者分成即心忏、做法忏、处相忏三种。一，即心忏者，比如内心无好、惊麻烦、无尽心之类的小过失，爱自行即心忏。二，做法忏者，比如我伤害了你，我向你发怒忏悔，得到你的原谅了后，就忏悔清净啊。发怒的对象，除了被家己所伤害的以外，也可以向高僧、大德或者是佛菩萨发怒忏悔。三，处相忏是属于杀、得、淫、妄语的重罪，未忏到重罪，灭去的吉祥。这重罪不只是今生所犯，也都是过去世带来的罪孽。
常常看到的次数忏，比如修八十八佛忏悔文、红顶忏、大悲忏、法华三昧忏。二，理忏是无相忏、无生忏，又名是相忏。理忏是由理地通忏悔，理地是诸法本空的破热，所以未进入理忏，爱生故作破热空观。一，观普贤行法经讲，一切业障海，皆从妄想生。六欲忏悔者，端坐念实相。众罪如生路，慧日能消毒。观罪性本空的破者，即是实相忏。二，一切罪业都是由妄想所生，观妄想本空，入于实相，实相无相，所以了无罪相。罪相犹如透早生露，智慧的太阳一出来就消失了。三，一切罪相拢将被破的实相所照破，这也是所谓罪从心起，将心忏，心力灭时罪一亡。罪亡心灭两极空，此就是名真忏悔的道理。观罪性无生，就是属于理忏。当在灭相，经过自行忏悔一段时间了后，大部分都会当感受到业障有所减少，或者是净化。
这个时会出现之前无的灭罪之象。至于爱多久才能感受到灭罪之相呢？那是依照业障轻重以及自性心深浅而有所差别。地藏大师用五种情形讲同齐灭相的象征，一者自家身心轻离，身躯比以前搁较健康，情绪比以前搁较安稳，心理上的烦恼嘛无以前遐尼啊重，身心感受到以前所唔捌的轻盈，而且得好眠梦，或者看到自然类异象。地藏大师受红顶禅的时，受到圣上现前，在顶中看到一个非常庄严的大道场，家己坐伫高拱的大座上，口诵《法华经》。出定了后，身心雍静，松离上力，身心比以前感觉到特别的轻安。三者善心开发，比如发起过去所无，也未有自卑心，或者待人处事上，现出所未有的包容力。